樱花校园更新情报来了。在即将到来的樱花校园新版本中，我们将迎来几件新服装与新表情的更新。在新表情中将会追加白眼和露出牙齿，看到这两个新表情，是不是已经有很多玩家想到该如何使用了呢？在新的服装中将会追加中华服饰、连衣护士工作服、睡袋和春季私服。新服装中最感兴趣的果然还是中国风满满的中华服饰了，男士的功夫套装、女士的修身旗袍，属实是不错呢。各位玩家会怎样使用本次更新的表情和新服装拍摄各种樱花校园大片呢？期待各位的呈现哦。